除了出行，现在还是需要自己要谨慎一些。空旷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就是人距离要远一点就可以了。不是不怕，因为这个咱勤洗手吧，回去以后赶快的就是洗仔细的点儿，哎，洗彻底的点儿。反正心里怎么说呢，也有点紧张。是吗？对。为什么？你病情现在这么严重，心里总有一点恐慌的。